今年嘅博爱欢乐全晚家就会喺12号晚上8:30喺翡翠台播出。呢日一众艺人都云集电视城进行彩排兼拜神同切烧猪仪式，祈求一切顺顺利利。今年博爱嘅表演相当精彩，除咗有陶大宇演唱《倒转地球》，更加有汪明荃同钟由美嘅跨世代合作舞台演唱 Lisa 姐嘅经典歌《迷人 Pink Lady》，同埋 Yumi 嘅新歌《Breaking My Heart》，真系令人相当期待啊！呢首歌都好耐冇唱啦，咁啊公司希望我同一個新人合作啦，咁我記起就即係我哋28周年嗰陣時咧，全部男仔同我跳嘅28個俊男啊，係啊，咁我不如用呢只歌啦，咁阿 Yumi 又有一個自己 Breaking My Heart 係咪你嗰只？係啦，咁兩個 crossover 咯，即係一個舊嘢，跟住將一個新嘢擺埋一齊，我覺得係好，即係一個好好嘅。都幾廿年嘅呢只歌，真係係。係啊，經典名曲啦，今次滿唔滿意 Yumi 嘅表現先？哦，好。出乎意料啊！因為我好少睇佢哋跳舞啦，咁啊有時幾個人啊嘛一齊，咁今日只係獨對獨、單對單啦，咁睇到佢真係有啲功架。咁 Yumi 咧本身都係挑唱，即係呢個係你嘅強項啦。今次有冇向阿 Lisa 姐都偷下師咁啊？都有嘅，同埋係咯，我一開頭就比較緊張嘅，因為首先第一次見到 Lisa 姐就好緊張啦，都有少少壓力咁，但係都好開心嘅同佢合作。Yumi 同 Lisa 姐嘅表演有林浩文、簡嘉琪、林子超、陳俊堅、邱子謙同埋劉展廷幾位猛男做伴舞，見佢哋嘅衣著充滿男團 feel， 唔知佢哋有冇諗過繼 Super Tiger 之後再組個新男團呢？係啊，我哋呢個白色主題即係迷人 Pink Lady 啊嘛，咁梗係要襯翻一啲白馬王子噶啦，咁我哋就係今日盛裝扮呢一個白馬王子去襯托 Yumi 啦，同埋阿姐嘅。阿姐都讚我哋好襯佢啊！係啊，係啊，係就成個 theme 就變咗係一個 Pink Lady 再加白馬王子啦。冇錯啦！你今日可以即係除咗計呢個 Super Tiger 之後，又可以組一團就係白馬王子添。哇！係。咁呢個要問一問志偉哥。咁可唔可以 show 兩下頭先嘅一個舞步俾觀眾睇下？你哋都係跳得之人嚟啦。迷人 Pink Lady。不如我哋向住你做啊，好嘛？3, 2, 1, 迷人 Pink Lady。 星夢學員潘靜文、文海婷、張慈豪呢次就同泳兒一起合唱。Sherman 透露 ，Vince 呢次又教咗佢哋一啲新技巧噃。好開心啊！佢頭先教到我哋嘢啊！教咗你啲乜嘢？就係佢教到我哋個口罩擺入去咧，係用，因為你會咔咔聲噶嘛。但係我哋如果攞隻手指捉住佢，連埋個麥咧，咁就會減低嗰個嚓嚓聲嘅風險咯。哦，又長知識喎！依個真係。所以比賽完之後，佢而家仲教緊我哋。仲係老師。係啊。係有冇啲唔同啲嘅感覺咧？之前是以導師的身份，今次是以同事的身份，但有少少係尷尬，同埋唔係好敢去諗呢一件事，有少少唔敢去接受，佢覺得佢依然都係我嘅老師。Aaron 覺得其實我自己今次好開心，因為好似終於見到多啲人啊，係啦，即係係咯，咁所以就即係好似有翻嘢做咁樣，都好開心。泳兒相隔9年再推出廣東大碟，不止一度賣斷市，更加一躍登上唱片銷量榜冠軍，有咁嘅成績都令佢感到好鼓舞啊！咁新年咧就好開心啦，因為啱啱過完年嘅第一個好消息就係虎年嘅時候攞到唱片銷量榜嘅冠軍啦。咁如果冇記錯，應該我第一次攞銷量榜冠軍嘅。咁好多謝所有真係真金白銀去支持呢張碟嘅朋友啦，因為其實好唔容易，就係因為好多朋友咧，其實佢哋屋企可能又話俾我知，其實我冇 CD 機嘅，但係我就好想儲呢只碟咯。我買完之後咧，其實我又會上網去買翻網上嘅版本嘅。咁我覺得呢樣嘢對呢個支持對我嚟講好緊要咧，因為其實而家出實體碟嘅機會係越嚟越少啦。咁嚟緊都可以預告一下，都會有一個新嘅版本會出俾大家嘅，但係籌備當中。